爱情有压力，主要是你总想掌控对方，让对方什么都要跟着你的步骤进行。家里的长辈对你们的婚姻进行挑战，认为你们太过理想化，不够踏实。水星火星正四分持续中，沟通遇到挫折，为了维持关系的对等而不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受了委屈自己默默承受。太阳与月亮形成135度的相位，对内在渴望奢华与娱乐以及追求权威和专业相冲突。金星和月亮的四分与水星的六分则带来了情绪的受挫与言语的刺激。太阳正在慢慢的靠近冥王星，带来了意志力和掌控力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